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。今天我来到了东海，看到这台超特别的，前面一直晃的弹跳台，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啦。这一颗是258，虽然价值不高，但是台面还蛮有趣的，所以想出来挑战看看。感觉他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就直接就出去了哦。跑关抓，好，跑家1980，跑家1980，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吧。Go go go，Let's go， 来吧，挑战看看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先直上直下看看弹力如何吧，弹力好像还 OK 啦，再多试几次吧。先弹啊，让它乱弹，先不要技术解，先让它弹到墙位再说。哦，还是有机会技术解的哈。如果要保夹1980的话，其实不要，应该要放更好的货才比较好，比较合理。天地高度好像没有到非常惨，只能说有机会而已。哦，拖短了一下。甩幅没有到很大，斜甩这样甩的话，倒霉蛮下去的。哦，有没有机会基数解啊？好像有机会啊。哦，我还以为卡爪出货，吓一跳。嗯 ，Nope， 不好，甩得很准。多来一点吧，又弹到后面去了。对 ，Nope， 没关系，努力，斜甩。他刚好打考到，
又看到一台很特别的，这应该是苍蝇拍吧？就应该会，哎，我看到后面很多电线，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多电线呢？看一看，我猜啦，应该是开甲之后它会那边摆，让你比较难过去，会弹吧？他说29是1000，28500保夹的话得混，一局是20块。还蛮特别的，我玩一些给大家看好了，来试一下。一局20。真的会这么晃。所以这真的运气的哦。好像没有到很弹，只能说有机会吧。哦，可以计数节吗？直接出了，花没多少就出了，还不错不错，夹到一个229，换，可以换了，对啊，太有趣了，耶耶，来夹一些实用的东西送观众好了。这个三头我很喜欢，那种三头的那个充电线很方便。咦，到我旁边呢？哎，为什么从那边跳没有往这边？哎。我再加这个了，这个反的比较快，加重。坏掉！为什么歪掉去那一边？输了吧，输了吧，输了吧！哎 ，no！
这两个抽出去送给大家了。